姊妹，感谢主，是基础成前课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我现在蒙恩得救40几年。当我第一次有机会听弟兄们在带的时候，我里面就是跳一样。主啊，不止我需要补课，我们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应该也能够有份于这样的基础成前的课程。好，请翻开第一页。好，第一页。对，第一课的主题是什么呢？请把它读一下。三一神的分次。再读一次。三一神的分次。三一神要把他自己分次到我们的里面来。什么是三一神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所信的，我们所爱的这位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真神，他有父子灵三方面的讲究，为着要给我们享受他，经历他，叫我们来接受他生命的分赐。阿们。哦，这个定义是非常的好啊！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它领会，然后接受我们所信的。所爱的这位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真神，他有父子灵三方面的讲究，乃是为了给我们来享受他，经历他，叫我们接受他生命的分赐。好，分赐这个词也是非常的宝贝哦，对不对？三一神要把他自己当作神圣的食物供应给我们，叫我们得着他的生命。再说一次，分赐这个词是说三一神要把他自己当作神圣的食物，然后呢怎么样供应给我们，叫我们来得着生命。感谢主。好，请弟兄姊妹看第一大点，我们一同开口来读第一大点。三一神的分赐。既然这位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真神有父子灵三方面的讲究，我们就来看一看。第一个提到的是什么？父神。父神是什么？生命的源头。我们一同开口说，父神是生命的源头。父神是生命的源头。OK， 好，印在这里有经节，我们就直接看啊。亮福音15章1节下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我父是栽培的人。这位栽培的人他就是源头。接着以弗所书3章14到16节，主保罗向父屈膝来祷告，向父这个源头屈膝来祷告。再接着请读后面以弗所书4章6节，一同开口读一下。因为众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也在众人之内的。这里这样告诉我们说，父在主里面作为那灵而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父神他住在我们里面。阿们。好，第二重点请开口一同读。子神是父的具体化身。最好把这句话也记起来，子神是父的具体化身。好，这里有一处圣经是约翰福音15章1节上，他怎么说呢？我是真葡萄树。接着在约翰福音14章10节，对不对？这个经节我来说一下，他这一组的话是在告诉我们说，他在父里面，父在他里面，因此叫我们看见只是父的具体化身。Amen。好，那约翰福音15章4节上印在这里，我们一同开口来读。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再接着以弗所书3章7节上说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。保罗启示我们
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。在这段主话的启示中，要叫我们得的开启，指神基督安家在我们里面，也就是叫我们看见他在我们的里面。刚刚父是生命的源头，父在我们的里面，在这里只是父的具体化身，他也是在我们的里面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灵神，他这里怎么告诉我们呢？灵神说到是指的实际，灵神说到是指的实际。前面说到只是父的具体化身，灵是指的实际，对不对？好，在约翰福音14:17-20的话启示，这话启示我们灵是什么？指的实际。好，我们翻过来，在罗马书8:11里面啊，这里给求主开启我们啊，这里叫我们有所看见啊，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也读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，若住在你们里面，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，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。阿们。求主叫我们看见父在做工，子在分赐，那灵赐生命给我们啊！这里叫我们真是看见父子灵都在那里进功用，要分赐生命到我们的里面来啊！所以我们要有认识啊！大家看这个图一下好不好？阿门。好，请大家一同开口读：人的三部分，灵魂、身体。从里到外，里面最深处的灵，中间是我们的魂，最外围是皮，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说法说，灵就是我们的中心，而皮就是我们的圆周，而圣灵在我们身上美妙的工作，乃是从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美妙的工作，从深处的灵要扩展到魂到皮里。好，请读第二大点，来。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人的三部分里。好，人的三部分，人有哪三部分？灵魂、体。所以，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人的三部分里。好，第一来告诉我们，分赐到我们的灵里。好，它的根据，请读罗马书8:10，一同开口。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，灵却因义是生命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！我们要向宇宙万有宣告：基督在我们里面。阿门。啊，弟兄姊妹啊，请你们勇敢的宣告，好不好？基督在我们里面。好，先弟兄姊妹。灵，我们的灵是生命，所以我们把它串起来宣告：基督在我们里面，灵是生命，我的灵是生命，基督在我们里面，我的灵是生命。好，愿意宣告的请站起来，用灵释放灵宣告一下。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勇敢一点哦，这个机会，基督在我里面，我的灵是生命。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以心思为首的魂灵。好，大家看这个图，是提醒我们
我们的魂，就中间的部分的魂，有三部分啊，